系，等一下你们就看你们做的多远了。就是我们正式开始的时候，你们就是这样慢慢走，慢慢走。OK， 我们所有朋友在集中目光，我们后面的幸福入口处。这样子。然后走到这个门吧。红点，他已经帮你做了。红点 ，OK。对，这个红点。对，走到红点的时候就转过来。好，对，转过来的时候呢，新娘会在。当新娘官就位之后的门，我们会再开启。我们说，起步第一步不要看地上哦，目光都看前面哈，要微笑啊，都会入境。后面不要牵，后面不要牵，对，后面不要牵。这个我们直接一个口令一个动作来做哈。我们现在直接一个口令一个动作，我会在你们的不远处，你们耳朵要听一下那个声音。面对面的时候都先不要做动作，什么动作都先不要做，自己要量一下手伸出去的距离。这个拥抱的时候呢，新娘子的头要在右边，哎，错，在右边，因为你的右前方有摄影师。摄影师会大概是的，没错。OK， 对，五到十秒，对，好，了解。第三个动作，将捧花双手奉上。是的，新娘子用你的右手双手接起来，将捧花留在右手。这时候欢迎我们的主婚人，我们的爸爸的进场。好 ，OK。不要小心动。不要离他太高了。OK， 然后这个动作，主持人就会。好，我们欢迎我们的新人进场。稍微靠近。然后从左边走，对，左边。对，你就牵他的手。工作人员会在旁边帮你。那我们练习一下怎么入座。我们来到主桌，练习一下怎么入座。进到位置之后先不要坐哦。好，左边。手中的铜板，自然就是哦。数到三再走，来，一、二、三。好。啊，您等一下要记得引导我们哦。然后我们再前进一点。对，前进一点。好，好，到这里停，就是我们对着新人的时候。然后这个时候就会有五个步骤。就我们先会，主持人会先请你，就是跟妈妈鞠躬感谢。对，然后你们因为你们有摄影师，对，所以每一个动作都停5到10秒的时候，让摄影师抓镜头，抓镜头。对，不然就可能很快就漏掉了。也是让摄影师专注，那这个要弄，对，这样子就转身的，对，那这个交过来就是什么，从后交过来，对，然后我们就完成了，对，帮忙扶着就好，你不用出力，对，就这样子。来，我们试走一次哦。来，左脚开始走。来，一、二，再慢一点。一，左脚，右脚，好没默契哦。右脚，左脚，再慢一点，再快了，太快了。来，右，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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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，非常好，好，来，非常轻松，慢，左，右，左，右，左，右，现在慢一点哦。对，第一个非常好，慢。男生在那边，女生在那边，来来来，交换。是的，是的，你在这边。好的，来，他们怎么站，你们就怎么站，来，快点，快点来。哎，一二对，住脚 OK 吗 ？OK。来来，跟着我走这个速度来。所以你听一下音乐下。OK 吗？原来是路人紧张。很自然的，很自然的哈。然后，男兵向的右手。你的右手放在自己的裤腰带间，右手，这个是左手，轻握拳，OK 吗？轻握拳，OK， 好，开始。
抬头挺胸往前走，稍微小声一点，不要走太快啊。你看正常来的时候大家跟我拼车会有掌声，就不要一直很急躁往前走， OK 吧，慢慢走就到这个地方。所以我们从门打开的那一刹那都要面带微笑，不管发生任何事情。然后再就是如果爸爸的右脚不小心踩到女儿的裙子的时候，不要低头，我们有工作人员会帮你处理。好，那我等一下会教你怎么样避开这个动作，然后你的动作呢就尽量慢，你步伐越大越会容易踩到。然后再来就是你的高跟鞋跟小腿不能露出来，所以你拉的那个高度很标准。爸爸只要记住肩膀是正的就好了，千万不要用肩膀用力就可以。好 ，OK。好，这时候很重要的重点，停。OK， 爸爸自然的停，你不要一定要靠近他 ，OK 吗？大概距离一步的距离。好。这个时候呢，新娘跟爸爸停下来之后，就是你的重责大任来了，你要自己去面对目标，懂意思吗？你这样是不是有点歪？所以你要走过来 ，OK， 大概在老婆的对面，正对面。然后你这个距离有多少？就是你手伸出来，捧花来了吗？还没好，这样捧花，你接捧花就对了。你交手也是一样，交手的这个距离 ，OK 吗？好，面对面都不要做动，我们有四个动作。第一个动作呢，要先侧身给爸爸，谢谢，附近了 ，OK 吗 ？OK 吗？知道意思吗？拥抱一样哦，最少三秒抱下去，那三秒钟 ，OK 吗？你耳朵听到摄影师有咔咔咔有拍照了，我们动作就可以停。如果他那个时候因为某些问题，那如果咔咔咔调起身还算，没关系，你就听到他有拍就可以了。然后你一样两只手来接，接的时候把捧花留在右手 ，OK 吗？然后面朝前拿着来 ，OK， 来交到自己的右手 ，OK， 面要出来，对，要走，对，慢慢走。眼睛看前面哦，好不好？笑笑的哈，鞋子很高兴啊。下巴看地上哦。眼神看前面，对，微笑。对。哎，真的撞到了。小心会经过一个楼梯，还好哈。你们是一瓶还是两瓶？一瓶而已，就是用力 ，OK 吗？好，对，你扶着他，这样慢慢倒没有关系，慢慢倒才会有画面。好，你就扶着他就好，就哇，第一种方式，第二种方式，就是第二种。